十月底穿着黑衣黑裤的尤振仲到罹难者公祭下跪道歉，后来这个月初又被传唤还原事故，之后没有再公开露面。时隔23天，尤振仲打破沉默，委托律师召开记者会。针对行政院调查小组第一次跟第二次报告的结果，有许多与我认知不同的地方。 委托律师说明，930.9个字的声明内容，邮政仲提出质疑，因为他在过程中有按照该路段速限，将电门把手放置在刻度时速82、83公里来降速，但行政院调查报告却说，从他出罗东站后，都放置在刻度时速140公里。另外，报告内容指出，没有任何的刹车迹象与他的认知不同。他在最后一次转身做复位的动作，在转身回来的时候。 就发现这个速度过快，所以他才尝试做紧急警侦的动作。邮政仲无法接受调查结果指向人为超速原因，更要求调查小组必须公布通联录音档还原真相。是从那个他的那个什么黑盒子里面的东西解读的啊。他们希望说公完整公布这个东西。普悠玛翻车造成18死悲剧，交通部也依据调查报告行政就责，台铁提出17名督导主管惩处名单，最高层级到副局长何宪麟，年纪大过并调职撤换。交通部也提出针对3位前任台铁局长记过建议，上午分别召开考机会、考成会讨论，要在年终前定案惩处名单。记者林永月芳台北报道。